很多网友不断的敲完啊，敲完敲到我们奖牌都敲出来了，我们到现在术语还没拍第二集啊，没问题。于是呢，我们就决定，就是接下来呢会把每一个系列，铁钩、木工啊、投注仪啊、锯灯啊的各个术语，让大家听得懂各位师傅到底在说什么。然后呢，在装潢的时候或是做投注仪的时候，比较不会被骗。不过你听得懂术语哈，也不一定不会被骗的。被骗有两种，一种叫被套路，一种叫做无知被骗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解决你无知的问题。如果最近网友呢，你家里刚好要装潢，或者是你家里要做木工哦，还是说你家里正在改建的话，那你来看这一集，那就非常适合了。不过如果没有要装潢的话，你还是可以继续留下来看，反正多一次准备，少一次被骗。第一种 Lecola，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美耐板，在日文念作一样 Lecola， 在英文的时候念作 High Pressure Decorative Laminate。解释成中文的意思呢，就是它用一些高级的装饰纸啊，用一些牛皮纸啊，经过浸泡了之后呢，一层一层的堆叠，然后用150度的高温跟高压把它压铸而成。它的功能呢，就是能够防潮、抗刮，然后很通用在我们台湾的各个五金建材上面使用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一种纸啦，应该说是很多张纸啦。那通常呢，它的行情就是一张数百啦，就是40×80，我们通称为数百啦。它的价钱叫做千里扣到千倍扣啊，上下不同的牌子、不同的水准跟不同样的质感哦，它价钱有点差距。啊，还有一些师傅哦，他们的搬运哦，还是要算钱给人家。它的优点呢，就是耐用、样式多、价格便宜。缺点呢，不耐高温、不耐强碱、不耐割。然后它的修边的时候比较不好平顺，所以这就是 Lecola 的整体特色。第二种某星邦，它的中文写起来很靠北，某星邦，某星邦，你都写帮派，我某星邦哎。抹心邦呢，其实它就是用原木啊，就是为中间，然后旁边呢就两层薄薄的木板把它夹合而成。那呢，他们常常拿来做一些书桌啊，做一些床板啊，也就是我们早期在台湾社会当中最常被用到的原木板。但是呢，就是因为长期开采嘛，所以它价钱是越来越高，越来越贵。它的特点呢，就是它不容易变形，然后再来是它承受的空间比较大，所以你常常在一些书架啊，或者是书桌啊，还是床板啊，你都能够常常看到木型的存在。它算是一种能够大量客制化生产的材料了，但是因为长期的开采嘛，所以你到现在大家看到一些碎木头啊，打碎之后集合板就越来越多了。但是木型板还是我个人最喜欢用的材料。第三种 ，Media， 也就是 Media 邦，在英文念作 Media， 在日文念作 Media， 在台湾国语叫做 Media 邦。这个东西我们在第一集有讲过了，我就当作你们都看过了啊，没看过的赶快去看第一集，就这样。然后甲板类讲完之后呢，我们现在开始讲原木板。在台湾，原木板有分成好几种，但最常通用在装潢看，你看到 hinoki 就是块木。第二种呢就是 sanga， 就是人家说的松木。然后第三种呢叫做 liu an， 也就是我们常常做一些卡通啊，还是做一些嘎嘎料啊，还是红色的红肉的呢，我们叫 liu an， 就是柳安。于是乎呢，在你大概知道木头的材质跟种类之后，接下来我们讲纹路了。木头的纹路呢，它有分成马萨明跟波库宾。什么叫马萨明呢？马萨就是五月天的贝斯手。玛莎，安娜贝出来弹吗？玛莎长什么样子？玛莎长这个样子，不是玛莎长这个样子。玛莎名呢，在中文叫做木纹直纹型，在英文呢叫做玛莎，在日文呢叫做玛莎。你可以想象哦，当一个原木来的时候，它切割的方式不一样，它呈现的纹路就不一样。所以呢，马萨明它就是用近切切纹方式所呈现出来的木头纹路，也就是说呢，它裁切的方式呢，跟木头的纹路它是呈现垂直的，但你木纹是这样子嘛，所以你家裁就是这样垂直嘛，所以它就变成马萨明，它就变成直条纹的东西。那马萨明的木头有什么样的特色呢？就是它比较稳定，因为它是直条纹嘛，所以你常常看到一些吉他啊、乐器啊，还是他们都会用一些比较像马萨明，就是一条一条一条。所以常常在弹吉他的时候，它那个琴颈就是它内壳。就是你比较常看到马萨饼，因为比较直，它比较不会变形，它比较不会弯曲，你就不用调那个铜管。不过呢，虽然它是非常稳定的，但是它的特点就是无聊，就是你就看到一条一条直线，没什么好看的。既然马萨饼无聊，另外一个有趣的人就叫蘑菇兵。那蘑菇兵的中文叫做什么呢？叫做木纹年轮型，或者是称作三型。在英文呢，我们就念作 moku， 在日文呢念作 moku。moku。蘑菇，所以呢，如果今天你想要让它变形的话，你就会给它切蘑菇饼；如果你不想要它变形，就切马萨饼，就这么简单。最后，你还希望想要知道什么样的术语呢？你都可以欢迎留言在下面告诉我们，或者是各位老师傅呢，你有什么样的术语要分享，也都可以留言在下面告诉我们大家，跟分享给大家。好，这是超认真少年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搜索的线都是这样子哈，线哦要正反收了，线有线性，人有人性，像五月天就是有阿信，但这雷丝丢出来。有没有值得？因为线有线性，人有人性，少年得志大不幸。
少年得志，看你得的是内痔还是外痔。内痔比较好治疗，外痔。雷克拉摩辛邦梅尼亚，雷克拉摩辛邦梅尼亚，刘安桑亚希诺基马萨宾摩古宾。是不是你们听不下去？八个全部念一次就是。